我今天要做三个东西：明玉璧箱子、十箱，好像不用做那么多了，感觉五箱就好了。好不好？五箱就开到50万。我们今天目标再开一个50万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没关系，我们一样可以在阵营战之前有所提升。来，一万。扯啊！报应来了，不跟他玩了。谁跟你五箱五万，十箱十万？不可能，两万，再加五万，再加50万，再往上加。这没关系，我们没有十箱十万 ，OK， 没有十箱十万，我们这样是十箱十五万吧？十五万对不对？十箱十五万可以啦，1:1.5。今天除了技能的提升之外，我还可以稳定的提升其他东西。血盟商人，血盟商人，暴风神社继承买了。各位观众，暴风神社精神在此降临。现在的我没有极限，目前是181103。不过等一下打阵营战，我会穿这样子。所以是多少？是184106，马上就要变成。来，各位一起见证这个时刻，一起见证学了暴风神社，3、2、1下去啊！有了，现在的状态是204116，干爽！妖精200命中，你的人生才刚开始。好啦，完美。那这是第一阶段，还没有结束啊！来，各位观众。加八四神者之功，噔噔，攻击力带多一，今天成长一在这边 ，right now 成长一下去，远近距离伤害加一，现在是4843。再来第二个是防御多一，因为我今天33%，防御带多一，我们直接上防御防死你，噔，防御再多一，哇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210了。下一个我要塞的是血量加100，今天是不是多了三个了？技能一提升，收集品二提升，三提升。你们以为没了吗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没了？我还有一个红变欸！来，各位，我们看一下光头塞巴斯蒂安，我们一起喊小塞。我跟你讲，这礼拜没有花钱，没有礼包，这礼拜没有礼包让我花钱，我依然可以大提升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你想提升，橘子挡不住你的。今天只要我想，谁都挡不住。来吧，各位，够了！英雄变身卡箱，塞巴斯蒂安，我还你原形！警卫攻，我干你的好老师！垃圾啊！人哪衰哦，看面就知啊！人家的。33%箱都开稀有棚，我为什么就要开警卫？还不能装卡？哦，干，人生好难，人生真的是不行了。没关系，今天有三个提升，我们可以了。我等一下把怒气发一下阵营战。上一次的阵营战，我跟你讲，我打到军团长，我是军团长之一。今天什么？今天是杀虫，完了死定了，杀虫哎，打你老师。你还敢靠近我？干，对不起，真的，干好痛哦！猛的冲第一个是不是？妈真的以为你猛？妈真的以为猛？调皮，死去！妈调皮了！妈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很屌是不是？干，对不起啊！靠腰，靠腰真的很屌！妈是不是剑琴啊？这伤害！你们那几个金变不要走第一个好不好？你们这样让别人没有游戏体验呢、欸？而且为什么每次剑琴都在对面啊？糖醋排骨是不是没看过？没看过命中200的妖精敲人啊？是不是没有？是不是没看过糖醋排骨？你是不是欠精准？是不是欠精准？欠精准是不是精到了？拜啦各位，紫雀平衡是不是想要平衡一下？有妖精在你就没平衡？干，不是金晕。那四神号，我四神者之功我都撕了，你还四神号？四神号有什么东西啦？有这个号吗？有这一个番号吗？队长，立刻队长，还跟你在那客气啊？
啊？想让你知道，我就是那个只有红便没有紫便的男人啊！玩到退坑都没紫便，我跟你讲，玩妖精就是比较嗨一点，玩黑妖就比较沉闷一点点，这个是很自然的，这个没什么毛病啊。你玩什么像什么，黑妖就是一个阴沉的暗杀者角色，你不需要太高调，玩黑妖越低调越好。全部都给我死去，全死，没有一个可以逃过。No one， 我干！司团长你也太快了吧，团长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太快？你这第一名吧，人中之龙这只是不是第一名？真的也靠腰啊！这漫威肯定漫威，然后这应该是剑琴吧？漫威加剑琴啊，还好他们两个拆开了。我跟你讲，当你看到漫威在旁边的时候，你就要离他远一点，因为你会没有游戏体验，你没东西可以打，你真的没东西可以玩。如果玩妖精，看到旁边有那种大腿在的话，你一定要离开，不然你会没得打，你真的会没怪打。你妈跟我单挑！我笑话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没看过有人敢跟我单挑。我应该是稳稳的军团长了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来，彗星砸得快，我让你下去得快。来，各位下去，下去吧你，妈晕你，下去放空，你还敢在我面，你在我面前放空，真的是没有被精准过，是不是？没被精准过你，哈，平衡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平衡。一天行死去，夜冬初雪，什么 ID 这么难念啊？你诗人，哎，靠腰嘞！哎，尾刀侠、哦，我为什么站第一个？一个红便站第一个。哎，补我啊，补我！我的师团长是不是坏掉啦、啊？打这么多人还不给我师团长，没道理哦。狂暴之意，你很狂暴是不是？你很狂暴，很狂暴。我追着你，我就看你多狂暴，我就看你多狂，我看你多狂，来死去！现在命中200，感觉打人们比较有规，比较有 power。又是你，妈刀客，刀客，你一个小红便在我面前，师团长达成，干屌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，各位，为什么都扫上那种卡痕？刀会有没有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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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你们飞，我不飞。干嘛我鸡掰哦？哇，你们飞没关系，你们去送死，我在外面捡头。冲晕精准，你要掰了！哎，干，我要掰了！这边怎么都敌人？我掉趴了吗？干，掉民！不行，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军团长，我们今天赢到军团长。可是有漫威在这边，没办法军团长。上一次军团长是因为漫威跟剑琴都在对面，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跟他们同队。你没有机会军团长，因为人都被他们杀光了。我现在离军团长应该还有一里路啊，9分钟，军团长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简单，今天一定军团长。蒙面加菲猫，我今天才看完你的电影，请喝一，请喝一，哎，不对，不是，请花开开灿烂，请花开开灿烂。麻油鸡，麻油鸡人，军团长，我们专制裁军团长。各位观众，军团长，林边嘛是军团长啦。还有几分钟，倒数6分钟，军团长，可以啊，我的实力又提升了。你看，红变妖也可以军团长，我打他们四团长，这个很屌，很屌，是不是？妈晕你，精准没精准到，没关系，照喷，我照喷你，我照喷，看你多，我看你多撑。斯坦，你军团长，你是军团长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军团长嘛？我就问你是不是军团长？哎干！对不起啊，军团长死了，军团长也是会死的。啊好，我去，我不要跟那些人，不要在家里面混了。你们这些师团长，在我这军团长面前，你是想要求三角？求三角？我就问你，你可以怎么玩？我已经被召唤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都已经在你旁边了，老妈。你们感觉出来吗？蚂蚁那边很想赢哎，我们这边没有想要打他们的意思啊，他们一直冲过来卡我们，对了，被秒杀。没关系啊，我第几名？我第十名。各位观众，蓝娃一只啊，红变妖拿蓝娃，有没有看错啊？我想看看军团长的伤害到怎样，就是军团长的威能。
回避九十二二四一三七。哦，如果是纸片的话，应该可以前五了，应该是可以的这个速度。对战排名七到十奖励，蓝娃一只，终于有一次是证明给你们看，我可以打到军团长。哎，我怎么有住房？我捡到一张住房哎！七有魔法瓦箱，再开，我今天真的超赚哎！巨人没差，没差，巨人卡片，我今天得到什么？我得到了一防御、一攻击、二十命中、十攻击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张住房，我还点到了一堆鬼收集品。没错，我有三十 CN， 这个回答的好，三十 CN。可是我现在没办法，我现在丢了皮。我现在丢了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